好，那这个关键使用神哈，这里面前面有没有？因为你有属血型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用你的八字、血型、星座来分析。这个是我学的，只要你有属血型跟星座，就是星座那个八字会帮你排。你只要有输入血型的时候，这个的论断像一生风格、别人的看法。还有工作事业上的表现，一生的金钱观，对爱情的看法，这个是我所学过的命理，这个用这个来诊断这一些现象是最准确的，所以您有了这套软件以后，你要算自己的家人啊，或者是客户，您就可以把他的血型输入进去，然后就照上面所解说来跟他互动，他应该会说很准。那这个总共血型有四种嘛，A 型、B 型、O 型、AB 型，星座有12个，那加上男女，总共有48种配套，女有48种配套，总共有96种现象。好，那这个是喜用神。那喜用神的话，它这里有写喜用神水木木水啦，忌神火土。好，那接下来。这里有一个修改八字喜用神，这个是给专门的人，如果说你所学的现在目前电脑抓出来喜神是木，对不对？那忌神是火嘛，那忌神是土，那喜神是水。你如果想要把它改变，说对的，我学的不是呢，木应该是忌神，那你就把它用忌，然后这个火应该是喜神，你就把它调喜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储存，自行设定喜用神。那储存下去以后，代表未来他在抓分数的时候，就会依据你所设定的喜用神来去抓，这个是特别的功能。好，那接下来有一个叫做八字奇门遁甲，第二项。八字奇门遁甲是根据您的出生年月日，它总共有提到8种补所谓的奇门遁八字的一个转运金牌。它里面有一八字中正神过多，就是变成忌神了嘛。还有偏神过多也不好。那接下来第三个是缺正神，第四个是空亡，第五个是求文商，学业好不好？第六种是求婚姻桃花，第七种是八字中的花马库哪一种太多？好，那我们再休息一下。